着中缺卡台北报道，东京爆发四年来最强雪灾，连主持人花花张嘉云都承受灾户，说他在仙台于县祖母路，女人要有钱之五花教主，原计下杀东京日成田二航，搭乘虎航 IT203 返回桃园，不料雪越下越大，机舱窗户都结霜冻住，机上哭的希望会飞，最终四小时后无奈接获停飞通知。惨的是下机后因人潮爆满，又等一小时接驳车重回机场，最后于是带中夜宿机场，波折不断。花花原本预定左返台，然后再飞日本度假，受雪困住后索性不回台了，直接在日本游玩。谢祖武一行连同工作团队则预定今晚从仙台搭七点多晚机飞回。花花说，我因此认识一对台湾年轻夫妻，年轻太太还拿她的新买的外套给我盖，怕我冷，连标签都还没剪，我超感动的，交到了新朋友，感动的苦中作乐。花花张嘉云因暴雪受困成田机场，摆设自脸书，花花栖身睡袋，经纪人提供花花呆机窗户结冰，经纪人提供